今次的审讯是政治的检控，目的在向全香港市民作出一个威吓，个威吓就是早知警方反对你出出嚟，我就告你。但我哋立场好清楚，你有你反对，但我有我嘅权利，宪法权利去游行。所以以今次嘅政治检控系100%系有个政治目的，亦都唔系净系我哋呢件检控事件系有政治目的。大家知道，而家全香港我哋只不过系1600%，所有9000，所有1600，都系呢个政府本身滥暴滥控，系律政司系践踏香港嘅法治。为谁公安法？为谁公安法？为谁公安法？政治检控我者，政治检控我者。为谁公安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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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权游行。